今天难得起一个大早，然后现在准备打车去回民街吃那个劲糕。但愿现在是7点钟，应该过去的话，大概7点半之前就到，大概应该能吃到了。然后听说那家劲糕店，如果基本上八点多就卖完了，所以就要尽量早点去。现在到鼓楼这个位置，回民街的入口就在鼓楼的后面，然后那边是钟楼。一般到晚上才会热闹起来，白天的话都没什么人。然后一般西安的本地人都会去前面有一往左拐有一个巷子叫西洋市，然后那边本地人去的比较多。这边的话一般都是游客在这边买，有些店东西还挺好吃，但有些店就不会那么好吃，就很一般，而且价钱也非常贵。走了这么久还没有找到，估计等下要找一个人问一下。
傅，我问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个卖净糕的？在这条街上，还在再往前走是吧？十字口，十字口是吧？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他们说还在前面的十字路口还要走，之前在这条街的旁边有一家，然后现在应该是搬到前面去了。他们说应该是这家净糕了。莫兰莫兰，要几份？莫兰莫兰，再来一份，来来来，要几份？要4份。大的，小大的。大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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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净糕都一样多的，你可以咋吃呀？我给你吧，我爸妈吃。哎，老板要个小份的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这卖，他这个好，卖多少钱？这卖是吧？我不够。我直接扫你好吧？啊，你扫这碗，扫这。没有网络，我付现金吧。你这一天就只卖一锅是吧？卖的多，一直到下午，一锅连本钱都，光挣着16个小时。你这一直到下午都有是不是？啊，5点以前。哦，那以后不用来这么早了。2、4、6、8、9，来早一点你不排队，来晚了你一会儿排队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啊。你要多少？然后这家店的话，他们是一直卖到下午5点之前都可以来买。然后我之前是在前面那些路口有一个摆摊的一家那个移动的店吧，他们呢是卖到8点基本上就卖完了。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想吃净糕的话，可以来这家，就在西洋市往里面走，走到十字路口的地方，然后叫东南亚净糕，这家店可以卖到下午5点。然后味道怎么样？我等一下找个地方坐下来吃吧。
扫了黑除恶，坐在这里吃吧。这家净糕小份的10块钱，大份的20，然后我觉得小份的就已经很多了，一个人吃的话吃一个小份就完全够了。够吃的吗？好、啊。非常满意。